Some nights I stay up, cashing in my bad luck. Some nights I call it a draw. Some nights I wish that my lips could build a castle. Some nights I wish they'd just fall off. But I still wake up, I still see a gospel. Lord, I'm still not sure what I stand for.今天非常开心啊，我们大脚丫有史以来第一次办联合大团练，也很感谢所有的跑团过来哈，今天来了大概将近千人的一个大团练，跑得很开心。如果说跑道上有些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海涵哦。那相信我们杨总看到今天的成果，看到大家都来跑，他明年一定会去继续再办，就算他不办，我会要求他继续办。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跑团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，还有我们 Run Style 今天辛苦的帮我们设全程录影这样子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今天真欢喜，哦！啊，阮大脚来办这个咱中部台湾、咱台湾省、哦，台湾省这友会，这个友会吼、哦、跑团会当来参加阮大脚啊这个联合团训，哦！啊，真正这个哦，阮友会这大家真照顾，哦，阮我都真顺利来办成、来完成这个联合大团训。啊嘛，谢谢咱友会。哦，我大姐啊，我副会长是只替我大姐啊，打聚会打的。In the calm that she called love, man, I look into my nephew's eyes. Man, you wouldn't believe the most amazing things they can come from some terrible lies.好，那、今天我们台湾大脚长跑协会在乌日的福日广场，我们举办了一场中部友会与大脚丫联合的大团训哦。那这个理念是来自，因为大脚丫是全国最大的跑团哦。那我们也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办路跑的活动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利用这个夏天比赛的淡季哦，那我们就召集了我们中部。中部的一些跑团哦，甚至有来自高雄凤山慢跑，还有高雄县湖内乡的社团哦，有停了两台游览车哦，到这边来参加我们的大团训哦。那今天到场哦，到场大概人数将近一千多人哦。那我们大脚承办的一个团训哦，我们比照路跑的规格在办活动哦。那当中的话，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丰盛的东西哦，包括我们请了一些外汇啊、外界的。一个师傅到这边来煮，得让大家来享用哦啊！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哦，来自全省哦、中部这么多的社团哦，来为我们哦，来为我们参加我们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哦，在这边我也代表我们台湾大脚长跑协会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
in the calm that she called love. Man, I look into my nephew's eyes. Man, you wouldn't believe the most amazing things they can come from some terrible lies.办的中部原柳杉郡啊，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哦在参加友会的原柳杉郡哦，那我们也办过，那这是我们办，那我们想要办大一点，所以我们办一个千人的哦这个杉郡，然后今天天气很好啊，友会我们总共邀请了22个友会来参加哦，还有远从高雄来的凤山慢跑哦，他们包游览车上来。所以说我们算是很盛大哈，然后这个今天天气很好，大家跑得很高兴。那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，叫大家在同乐啦。主要说因为我们年底哈还有几场比赛，那我们是希望说借这个机会啊宣传一下，也希望大家都来。